这棵云杉树的根正在自动蔓延，很快玩家的两位朋友便被封印了起来。难道这棵树会木敦木牢之术？故事还要从玩家与两位朋友玩生存说起。在一处小山坡前，他们翻山越岭，飞檐走壁，终于来到山坡上方。这里是一片丛林，只是映入眼帘的是一棵云杉树。在华树林里出现一棵云杉树，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玩家与他的朋友们也很疑惑，只是三人围着这棵树转了很久，也没发现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好像它真的就是一棵普普通通的云杉树，长错位置了而已。为了节省体力，玩家与两位朋友决定就近建造房屋休息。很快，他们的丛林小屋便建造完毕，而房屋的正前方正是那棵云杉树。玩家与朋友们决定今晚暂时住在这里，明天一早继续启程。但此时玩家的一位朋友狗剩想起来自己还有重要的物品忘在出生点了，于是他让玩家与另一位朋友大漂亮在这里等他回来。没过多久，狗剩带着钻石块回来了，他告诉玩家他想把这块钻石放在云杉树旁，因为他觉得这棵云杉树对他们来说是一棵幸运之树，说不定睡一觉起来他们就能获得一卡车钻石。玩家得知狗剩这样的想法，三人也是哈哈大笑。在寂静的丛林有这样几位朋友一起生存，一起吹牛，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等到日落时分，黄昏时刻，玩家与他的朋友钻进房屋，关上房门，准备休息。第二天刚醒来，玩家就发现了一个粉红的东西，挖开土块是二师兄，这是怎么回事？于是玩家又用土块将它堵了进去。而当玩家追随着朋友的步伐来到屋外时，钻石块竟然跑到了树的下面。看着这块光秃秃的土地，很明显这棵树的位置发生了变化。那么是什么让钻石块跑到了树下？会不会是谁趁着玩家们晚上休息，将这棵橡树举起来放在了钻石块上？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做的话，那他是不是吃得太饱了？如果不是人为的话，那这就有些诡异了。玩家开始慌了，玩了十年生存的他遇见这种事还是头一遭。三人商量了一番，感觉这棵树不像是好树，三人决定还是尽快离开这里。临走前，狗剩将钻石块挖了出来，三人带着钻石块又重新找了一处平阔的地方，准备将房屋盖在这儿。可此时的狗剩突然呆若当场，玩家顺着狗剩的视角望去，什么？这里怎么又有一棵云杉树？看着形状，那熟悉的感觉是之前他们发现的那棵，但是他为什么会跟着玩家跑到了这儿？玩家与朋友还是感觉很不可思议。循着地上的土块，玩家有了惊人的发现，这棵树的根会移动。三人再次返回原地，他们陷入了深思，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恐惧往往都来源于未知，于是玩家与他的朋友们开始讨论。嘿嘿，兄弟们，前方高能就要来了。老规矩，觉得自己很勇敢的打出我真牛，激活弹幕护体。终于，月亮爬上了树梢，夜晚的 MC 世界静悄悄的，可浓浓的黑夜仿佛要将他们吞噬。突然玩家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好似有一种感觉在告诉他让他赶快跑，可他的朋友们却呆立当场，好似着了魔一般。就在这时，那棵树的根在不断的向外延伸，玩家试图上前查看，但这些木块接连上前叠加，不一会儿他们便包围了玩家的朋友们。两位朋友似乎被禁锢到了原地无法动弹，事情越发诡异了起来。玩家见此连忙跑到了另一处山坡上观察着那儿，刚才的第六感使玩家幸免于难。而在这处山坡上回首望去，玩家的朋友们已经被木块封印，见此玩家的鸡皮疙瘩掉了一地，他必须要逃离这里。故事还要从玩家与两位朋友在一次无模组生存说起。今天是玩家生存的第十天，他在一处矿洞建造了自己的小窝，他还特别制作了一把钻石枪。新的一天探险要开始了，为了防止自己在野外遭遇不幸丢失掉自己的钻石枪，玩家临走前将钻石枪放进了自己的储物箱内。但在玩家走后没多久，他的两位朋友就找到了玩家的住所，两人丝毫没有犹豫，径直走进藏有钻石枪的屋子。就这样，玩家的钻石枪被盗走了。待玩家撸完木回来之后，自己辛辛苦苦打造的东西，就这样被自己信任的朋友偷偷拿走，这不比炸图更难受？玩家决定寻找那两位朋友，要让他们向自己道歉，归还自己的钻石枪。但在这偌大的世界，玩家又没有开启作弊模式，找到他们就如同大海捞针一样。正当玩家环顾四周思索对策时，前方的草坪处似乎有一个物体一闪而过。让我们放慢画面再看一遍。很显然，这个物体的轮廓像狼。小伙伴们，前方高能要到了，觉得自己很勇敢的，请在弹幕打出我真牛，激活弹幕护体。玩家顺着那个物体消失的方向一路来到了一处夹缝处，玩家在这里发现了微笑狗的壁画。此时玩家心里一颤，毕竟在 MC 遇到这东西不是好事，随即转过头去，刚才消失的那个物体朝他走了过来，这正是微笑狗，这里应该是他的家。玩家试图扔给他一些腐肉让他离开自己，神奇的是这只微笑狗收下了这些腐肉，并向玩家发出了信息，他非常感谢玩家能给他肉吃，他是第一位愿意给他肉吃的玩家。作为报答，微笑狗愿意帮助玩家实现一个愿望。玩家很兴奋，因为他目前正愁找不到自己的钻石枪，于是玩家与微笑狗商量能否帮忙找到拿走自己钻石枪的两位朋友。微笑狗
狗不加思索，直接同意。于是玩家跟随着微笑狗的步伐，找到了两位朋友的住所。两位朋友将从玩家那里拿来的钻石枪挂在了物品展示框作为装饰，玩家看着他们得意的样子，心里很是不爽，接着便与微笑狗商量好了对策。微笑狗负责实施计划，玩家在一旁隔岸观火。这边玩家的朋友伴随着动感的音乐手舞足蹈，似乎很享受掠夺来的战利品。其中一名蓝衣朋友想为自己的小屋装饰一下壁画，但壁画显示的却是微笑狗。这突如其来的微笑狗壁画让两位朋友直接慌了神，他们并没有制作这样的壁画。此时对面的玩家还在偷偷窃喜，两位朋友觉得可能是游戏出现了 bug， 于是决定先退出服务器，稍后重连。看着朋友们纷纷退出了房间，玩家的内心不禁偷偷的窃喜。微笑狗的复仇计划成功了，玩家拿回了属于自己的钻石枪，向微笑狗郑重致谢后，玩家目送着微笑狗的离开。当我们大家在挖矿的时候，最害怕就是身后有人注视着自己。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不要慌，先开启录屏，做一期视频，分享给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好的，老规矩，觉得自己超级牛的，请长按屏幕中的点赞按钮三秒钟。咱们的故事开始。故事发生在玩家与两位朋友找到了一座气势宏伟的大房子，三人都被这座建筑的工艺所震惊，流连忘返了好一阵子。玩家一看两位朋友都不想离开这儿，那索性就把这里当作基地吧，这里的东西都是现成的，省得再去撸木造房子了。于是三人一拍即合，决定将这里作为自己的家。很快黑夜便降临了，由于白天扯闲话扯得太多，玩家都忘了自己本打算白天下矿挖取一些铁制作装备，那这样的话就晚上去挖吧。巧的是这座屋子下方有现成的矿道，于是玩家叫上了朋友小美一起挖矿，另一位朋友则是负责看家。很快玩家与小美来到矿道内，两人正准备向前继续探索时，信息框传来了另一位朋友的求救信息。两人马不停蹄的赶忙返回，上来后发现朋友站在一根火把旁边，他说他看到了一双奇怪的眼睛盯着自己，他连忙放置了一根火把之后，那双眼睛才消失。玩家与小美都觉得朋友是不是玩时间过长出现视觉疲劳看花了眼，朋友却坚称自己绝对看到。小美让玩家多去陪陪另一位朋友，毕竟这漆黑的夜晚让他一个人看守房屋难免有些不妥。玩家寻思，一个大老爷们儿难道玩个 MC 就会被吓到吗？玩家认为是朋友恶作剧，没有过多的在意，不过让小美在屋内陪着他，自己独自一人去挖矿。前方高能就要到了，老规矩，觉得自己超牛的请在弹幕打出我超牛，激活弹幕护体。有些东西不说还好，一说会让人产生联想。玩家经历过刚才朋友的一番描述后，心里有了一些小阴影，他总觉得矿道内有人在盯着自己。果不其然，玩家转头看向前方的矿道时，隐约看见了一个人影，眼睛特别的明亮，不仔细看在这漆黑的环境下确实只能看见一双发光的眼睛。待玩家一晃神，那个黑影便消失不见了。玩家赶忙通知自己的朋友，三人随后在矿道内发现了一处光亮，那种光亮不像是火把的亮光，走近后发现这是一些红石灯。三人正在奇怪为什么红石灯会出现在这儿的时候，周围传来了开门和走路的声音，好像就是从他们头顶的房屋内传来。三人感觉不妙，决定还是赶快离开这儿。但此时玩家的男性朋友却告诉玩家，他动不了了，好像被屏障方块禁锢住了。但玩家与小美都试图攻击朋友，发现并没有什么屏障方块。突然朋友急速的倒退，好像被某种力量吸走了一样。玩家与小美赶忙追上前去，发现那里除了几个红石灯没有什么其他异常。二人决定还是先回到屋中，上来后发现朋友已经回到屋内了，原来是刚才朋友及时按了退出游戏又重新加了进来。玩家长舒了一口气，赶忙与两位朋友上到了二楼。正当玩家以为一切都正常的时候，两位朋友突然都被禁锢，接着那一幕再次发生。随后左下角的信息框便显示两位朋友退出了服务器，玩家开始慌了。尽管自称猛男的他现在两只脚丫子也蜷缩在了一起，幸运的是朋友再次重新连接了服务器，但这次朋友只对玩家说了一句话便再次退出了。朋友建议玩家别再玩了，如果坚持要玩的话祝他好运吧。玩家虽然感到很怕怕，但是他决定要查出真相，看看到底是谁在恶作剧。于是他硬着头皮再次下入到了矿道内，随后没多久玩家便再次发现了那个黑影。接着玩家的屏幕一阵扭曲，他掉出了游戏。Notch 作为 Minecraft 的创世神，他有能力在 MC 创造任何新东西来丰富玩家的游戏体验，但是他也有失手的时候。就比如说创造出了 Kim、 实体303等不死军团。 Notch 与 Kim 本是要好的兄弟，最后却反目成仇。你们觉得 Kim 与 Notch 1v1 battle 的话，谁更胜一筹呢？好了，咱们闲话少说，今天的故事还与 Notch 有关。老规矩，觉得自己超牛的请动动你牛气的小手，长按屏幕中的点赞按钮三秒钟。咱们故事开始。
这天，玩家随便进入到了附近的一个服务器，随即他便出生在一座温馨的小石头屋内。打开房门后，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青青草原以及蔚蓝的小河。好吧，其实是一片沼泽。此时，一位新的玩家从远处跑了过来，径直走进了玩家的小屋。黑衣玩家向玩家询问道：“这是什么？”“这是我的要塞。”“你这配得上要塞二字，太辣眼睛了，我要去河里洗洗我的眼睛。”玩家很不理解，难道自己的石头屋就这么丑不堪言吗？很快，玩家与黑衣玩家你一句我一句，二人慢慢成为了朋友。就在这时，又一位白衣玩家出现，看他的皮肤外貌像是一个实验家。白衣玩家说，他在前方不远处发现了奇怪的东西。一说到奇怪的东西，玩家瞬间就来了兴致。于是玩家与黑衣朋友紧随着白衣玩家的脚步，没走多久便在远处发现了一座奇怪的建筑，看样子像是用铁建造的，这不是玩家三个人建造的。再说了，在生存模式下能用铁块建造这么个庞大的建筑，不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会不会是迪哥？三人商量了一番，面对好奇的事物，能做的就是靠近它，探索它。三人走进这座建筑后，从下往上仰视，这座建筑给了玩家三人一种数不上来的震惊，像是一种外星生物建造的，正常地球人谁会这样建造？于是三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慢慢的朝着建筑顶部攀登。上来后，顶部有一个巨大的密闭空间，但是里面什么也没有。三人正兴奋不已时，左下角信息框突然提示当前空间出现异常，接着系统便提示玩家们的游戏被自动切换为了冒险模式。三人一脸懵，空间顶部漆黑的什么也看不到，三人只能靠着四块萤石灯的光亮看见彼此。前方高能就要到了，老规矩，觉得自己超牛的请在弹幕打出我超牛，激活弹幕护体。为了安全起见，玩家三人决定离开这儿，但此时却发现出口被封住了。再次抬头后，上方出现了一个人影，随后一个 ID 名为 AO7 刺客的人向玩家发出了信息。 AO7 刺客让玩家带他去见他们 MC 的创造者。玩家与朋友都很不解， MC 的创造者是谁？是纳赤吗？但不论玩家怎么询问，这个 AO7 都一直在重复这一句话。见玩家们听不懂， AO7 便再次换了一种语气，让玩家带他去见 MC 的开发者。言外之意，那不就是要见纳赤吗？说着，这个 AO7 开始用岩浆封锁玩家三人。通过画面可以看到，这个神秘的玩家有着红色的外观。用岩浆封锁完三位玩家后， AO7 又告诉玩家三人，请立刻发送邮件给纳赤，让他来游戏中见他，否则他将会摧毁 Minecraft。 接着 AO7 便消失了。玩家三人觉得这一定是有人在恶作剧，于是便一起退出了游戏。他们觉得退出游戏可以解决 99% 的奇怪事情，但当他们再次加入游戏时，他们再次回到了这个密闭的空间。一提到 MC 中的骷髅，他还有一个被我们国人起得特别亲切的名字，小白。虽然他并不是白色的，但是大家已经习惯叫他小白了。你以为他的身高是不是只有1.5米？其实他的官方身高1.99米。我承认我自卑了，我的身高还没有一个游戏生物的高。好了，话不多说，今天这奇怪的事儿就跟小白有关。觉得自己很勇敢的，请看视频前用你勇敢的小手给视频长按点赞3秒钟支持一下。这次玩家与小美以及另一位朋友打开了一局三人生存，三人决定今晚举办一个烤肉聚会。于是玩家准备了足足10个熔炉，朋友负责烤肉，玩家负责出去收集木材做燃料。但往往黑夜降临是 MC 中最危险的时候，玩家出去后没多久便遇到了小白，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发现有两只小白在互相伤害。什么情况？玩家觉得有点奇怪，他回去后告诉了两位朋友，朋友表示头一次听说这事。这时小美告诉玩家自己想吃甜浆果了，于是便一个人独自出去寻找甜浆果。没过多久后，只见小美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她说自己在采摘甜浆果的时候看到了一些很奇怪的小白在吃甜浆果，并且他们跑得非常快，同时伴有奇怪的叫声，小美觉得不正常。玩家与朋友听了之后也感觉心里发毛，于是玩家让小美把收集来的甜浆果扔给他看看。随后玩家发现这并不是普通的甜浆果，这是一种被感染的甜浆果。 MC 为什么会有这种甜浆果？玩家与朋友玩的可是无魔族生存，玩家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在这时，小美说自己又看到了屋外有人，并且她又再次听见了尖叫声。小美赶忙关闭房门，玩家与朋友赶忙赶去，透过玻璃查看外面的情况，但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朋友觉得小美在恶作剧。前方高能就要到了，老规矩，觉得自己超级勇敢的请在弹幕打出我真牛，激活弹幕护体。玩家此时也感觉小美是不是晚上太紧张了，出现了幻觉，于是也没太在意，准备继续进行今晚的烤肉聚会。就在玩家准备回头去看烤肉的时候，窗外突然闪过一个身影，通过放慢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身形像小白。玩家慌了，他连忙告诉了朋友。说着玩家打开屋门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开门后，那个奇怪的小白就在门口，玩家连忙关住房门，但这只被感染的小白已经破门而入，朋友和小美很快便被 KO 了。玩家慌乱中试图挖一条通道逃出去，就在这时他与服务器断开了连接。正当小杰准备进木屋的时候，开门后屋内门口站着一个身穿蓝色衣服的实体。还没等玩家们反应，这个实体就朝着玩家们跑来。玩家与朋友们全力地向前跑去。
今天这奇怪的事儿就跟青金石有关。玩家最近数学考试获得了全班第一名，妈妈比较满意，于是奖励玩家可以玩 MC 10分钟。于是玩家立马叫上了自己的几位小伙伴，晚上8点在 MC 不见不散。进来之后，朋友小杰已经提前赶到了，还有几个朋友还在吃饭，一会儿就到。小杰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大暖男，他趁玩家们没来，已经将房屋装饰了一番，每个人的床铺、储存柜他都建造好了。看到这一幕，玩家心里暖暖的。老规矩，觉得自己超牛的，请动动你牛气的小手，长按屏幕中的点赞按钮3秒钟。很快，其他两位朋友苦哥与阿黄也纷纷加入了游戏。进来后，苦哥与阿黄都赞叹玩家与小杰建造的小屋特别好看，非常温馨，就是有点小。随后四人商量了一番，决定扩建，大家都分配好了各自今天的任务，天黑之前在房屋前汇合。玩家的任务是找到沙漠神殿搞一些火药，但当玩家来到沙漠后，发现了奇怪的一幕，只见沙漠左侧不远处有一些蓝色的方块，在玩家一眨眼的功夫就消失不见了。通过放慢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的方块像青金石块，右侧还有一个实体的身影。玩家有些不解，茫茫沙漠为什么会有青金石块，于是玩家决定先原路折返。但接下来又发生了让玩家恐慌的一幕，自己的温馨小家突然多了3块青金石块，玩家赶忙在信息框通知自己的3位朋友，但朋友都表示现在离木屋太远，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让玩家先待在木屋不要动，等他们回来。没过多久，苦哥先回来了。苦哥看到眼前的一幕也感觉很奇怪，他们几个人都没有青金石块，这又会是谁放在这儿的？但向来胆大的苦哥觉得甭管谁放这儿的，这免费的青金石块不要白不要啊，说着就将3块青金石块全挖了，随后又将房屋恢复了原来的样貌。接着苦哥就又出去探险去了。玩家还是觉得刚才遇到的事太离谱了，他决定就待在木屋看家吧，等朋友们回来。可等了一夜，朋友们也没回来，于是玩家趁着破晓时分出去寻找朋友。刚走没一会儿，他发现自己忘带铁镐了，准备回去拿，结果更离谱的事儿发生了，只见他们的木屋几乎全变成了青金石块。这时朋友小杰也碰巧赶了回来，两个人都很诧异。玩家赶忙进屋查看屋内的情况，发现储存柜里面的物体全变成了青金石。随后其他两位朋友又接连在信息框发出了消息，让玩家与小杰赶快去羊圈。玩家赶到羊圈后，发现喜羊羊们全变成了蓝色。小伙伴们，前方高能就要到了，老规矩，觉得自己超牛的请在弹幕打出我超牛，激活弹幕护体。这一幕幕发生的奇怪现象让玩家与朋友都愈发的紧张，大家商量分头在附近探索一番，看能否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很快便再次进入到了黑夜，大家重新聚集到了木屋前，每个人都没有发现有什么有用的线索。正当小杰准备进木屋的时候，开门后，屋内门口站着一个身穿蓝色衣服的实体，还没等玩家们反应，这个实体就朝着玩家们跑来。玩家与朋友们全力的向前跑去，跑了一段时间后，小杰让大家停下来，似乎那个实体没有再追过来。正当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地上开始散落青金石，抬头望去，那个实体就在他们头顶。玩家与阿黄来不及思考，拼命的继续奔跑。现在只剩他们两个了，他们能逃出去吗？本期故事发生在玩家与两位朋友的一次无魔组生存中。老规矩，认为自己超级牛的请在视频开始前动动你牛气勇敢的小手，长按屏幕中的点赞按钮支持一下吧。玩家三人在一处山脉夹缝处搭建了他们的大本营，屋子虽然简陋，但是三个大老爷们也不讲究，凑合凑合也还算过得去，但是住的地方是有了，没有吃的。于是在白衣朋友的提议下，玩家三人决定下山收集食物和物资。出来后可以看到，玩家三人所处的生物群落周围都是高耸的山脉，这种地形非常复杂和危险，稍有不慎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三人小心翼翼地向外走去，很快大家便发现脚下不远处是一片沼泽，没准可以在那儿找到女巫的小屋，还有一些小猫咪什么的。玩家一听瞬间来了兴趣，三人立即动身准备前往沼泽。两位朋友边朝前进发，边幻想着在那儿建造一所大大的农场，他们要喂养许多许多的猪牛鸡羊，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玩家则是对自己的山中小屋还有所留恋，他有些舍不得，每走几步都要回头看看自己曾经的家。下山耗费了玩家三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此时天色也不早了，玩家赶忙就地搭建了一所土屋，三人决定先在这儿度过黑夜，等明一早就动身前往沼泽。但是正当三人准备睡觉时，发现床忘带了，白衣朋友提议还是一起回大本营拿床吧，玩家则是认为没必要，好不容易下来了，这附近一定有羊，干脆费点时间就地寻找羊获得羊毛吧。综艺朋友见两人争执不下，于是他提议让白衣朋友回去拿床，他出去寻找羊儿获得羊毛，而玩家则是负责看家。就这样三人各自分工开始行动。待综艺朋友走后没多久，白衣朋友便跑了回来，他告诉玩家他有些害怕 MC 中的夜晚，他不想回去拿床了。玩家嘲笑了他一番，决定自己出去寻找羊毛吧。在附近探索了没一会儿后，玩家收到了综艺朋友的信息，他说他在沼泽发现了一些异常，让玩家两人赶紧过来看看。由于白衣玩家有点胆小，所以玩家打算自己过去。踏过了一段水路后，一个奇怪的标志出现在玩家眼前，只见一块铁块上面有一个好似长着头发的史莱姆，
这是什么意思？玩家与综艺朋友都百思不得其解，之前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奇怪的现象，并且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两个那么简单，向周边望去全都是这种奇怪的标志。玩家与综艺朋友一边向沼泽内进发，一边观察着这些奇怪的标志，很快他们发现了三个并排放在一起的标志。玩家的第六感告诉自己，可能接下来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前方高能就要到了，老规矩，认为自己超级牛的请在弹幕打出我超牛，激活弹幕护体。果不其然，突然这些标志开始莫名其妙被破坏，接着便当着他们的面再次开始放置。先是放置了一个 T 字形的铁块，随着最后一个长着头发的史莱姆放置在上面，一个身形酷似铁傀儡的生物出现了。还没等玩家二人反应过来，这个白眼铁傀儡便朝着他们走了过来。玩家二人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跑，在一番紧张的逃跑后，玩家再次回头看向身后，那个白眼铁傀儡不见了。玩家与朋友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可就在这时，系统提示白衣朋友被一个 ID 叫做亡灵傀儡的淘汰出了游戏。玩家二人意识到不妙，甲被偷了。二人连忙返回家中，发现这里已经是断壁残垣。玩家开始慌了，现在摆在他们面前有三种选择：第一是回到之前的大本营，第二是找到这个亡灵傀儡并击败他，第三就是退出游戏。不完了，玩家也很纠结，但是为了不让屏幕前的粉丝说他水视频，他还是硬着头皮选择第二个，那就是找到这个亡灵傀儡。很快在一旁的矿洞内，玩家再次发现了他的身影，他再次朝着玩家二人追了过来。玩家二人再次展开了紧张的逃跑，但没跑几步后，这个亡灵傀儡再次消失。玩家觉得天色太暗对他们不利，要不然就先回大本营先度过黑夜，在白天他们更容易应对那个亡灵傀儡。朋友觉得也是，二人开始动身返回大本营。可正当玩家以为一切都安全时，开门后那个亡灵傀儡早已等候多时，接着玩家与朋友便开心地去往了快乐星球。今天的故事跟狗狗有关，玩家与两位朋友开了一局无魔组三人生存，白天玩得还好好的，但是到了夜晚，其中一位眼镜玩家就是不睡觉。老规矩，敢在 MC 黑夜中不睡觉并且出去探险的，请动动你勇敢的小手长按屏幕中的点赞支持一下，不敢的请在弹幕打出我胆小。玩家与另一位朋友小智很不理解，正常 MC 玩家都很讨厌黑夜的，巴不得立马找张床睡觉度过，可这位眼镜朋友就是不睡觉。眼镜朋友觉得夜晚才是锻炼一个人生存技术的关键，如果你害怕夜晚，那你不如放弃这个游戏。玩家与小智一听，瞬间感觉面子不保，但是玩游戏要有团队意识，少数就应该服从多数。玩家再次请求眼镜朋友快去睡觉，但依然遭到了他的拒绝，并且眼镜朋友临走前还嘲笑了玩家二人一番。朋友小智有些生气，他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自私的人。为了缓解他们之间的友谊，玩家也只能劝小智想开点，黑夜也快结束了。于是二人又返回到了萤火前，等待着黑夜的结束。小智觉得有些冷，就先回屋子内了。没过多久，信息框便传来了眼镜朋友的消息，他说他发现了一些让人不可思议的东西。玩家与小智一听，这眼镜朋友又闹什么幺蛾子呢？接着眼镜朋友告诉玩家二人，他发现了一只很奇怪的狼，让玩家二人赶快过去。询问完眼镜朋友的大概位置后，玩家与小智开始朝着西一直走，很快便发现了他。走近后，这里还有一只黑色的狼，除了眼睛、脊背以及尾巴上不是黑色之外，这只狼其他地方都是黑色的。看样子这只狼已经失去了狼性，现在是一只温顺的狗。眼镜朋友表示并没有驯服它，它自动就会跟随自己。随后三人返回了屋子，并且短暂地讨论了一番这个奇怪的现象。玩家觉得有些奇怪，让眼镜朋友最好小心一点。眼镜朋友很不耐烦地直接带着这只黑狗走了，他要去爬山收集更多的矿石，玩家只能祝他好运了。说罢，玩家便在屋子附近的河岸开始耕田种植农作物。但没过多久，消息框再次传来了眼镜朋友的消息，他说这只黑狗会帮他寻找钻石。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撒谎，眼镜朋友立刻返回了屋子，扔出了大量的钻石。眼镜朋友觉得这是一只幸运之犬，有了它还用发愁没有钻石吗？而此时站在一旁的玩家与小智却总感觉事情没这么简单，毕竟事出反常必有妖嘛。玩家还是让眼镜朋友不要再出去了，老老实实睡觉，白天大家一起出去。但眼镜朋友早已经被这只黑色的狗蛊惑了心，他再次带着这只黑狗离开了屋子。不幸的是，等消息框再次传来眼镜朋友的消息，这次不是幸运，而是噩耗。眼镜朋友开始说着一些玩家听不懂的话，似乎是遭遇到了危险。很快眼镜朋友便退出了服务器，玩家与小智赶忙朝着眼镜朋友消失的地方赶去，但迎接他们的只有那只黑色的狗。接着这只黑狗便开始跟随着朋友小智，小智很慌张，玩家也是一脸懵。为了甩掉这只黑狗，小智让玩家在屋子等他，他去寻找一处小河把它甩掉。但当玩家返回屋子内后，发现之前眼镜朋友收集的钻石全都没了。玩家刚要和小智说这个奇怪的现象，结果小智却发出了和眼镜朋友之前一样的话，他说他也找到了大量的钻石，这只黑色的狗是一只幸运之犬。这就很离谱，两人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玩家意识到情况不妙，他赶忙发出消息让朋友不要收集那些钻石，赶快回来。可小智已经完全无视玩家的话，接着小智也退出了服务器。玩家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硬着头皮在这片区域寻找两位朋友的身影，看是否真的退出了服务器。
前方高能就要到了，老规矩，认为自己超级牛的请赶快在弹幕打出我超牛，激活弹幕护体。当玩家再次返回屋子时，那只黑色的狗已经找到了他，并且开始追随他。玩家不断的发出呵斥让他远离自己，但都无济于事，最终玩家也掉出了服务器。哎，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今天又是破天荒的三人生存，这次是有魔族生存。玩家和黑衣朋友被邀请到了小美的服务器，小美特意换了纹理包，加上了光影等等，这让习惯玩原版的玩家一时还有些难以接受。很快，两人跟随着小美的步伐就来到了他们的大本营。看得出来，小美是个建筑爱好者，房子整得不赖。黑衣朋友第一次加入小美的服务器，所以他现在没有物资和装备。于是他向玩家二人打了一声招呼后，便外出收集物资。好了，老规矩，请屏幕前的各位无敌帅气貌美如花的你，动动你可爱的小手，长按屏幕中的点赞按钮支持一下吧。咱们故事正式开始。等了好一会儿后，不见黑衣朋友回来。此时小美告诉玩家，她不喜欢这个颜色的床，她喜欢粉色的。于是她打算外出寻找粉色的羊。玩家知道粉色的羊自然生成的概率很低，他劝小美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屋子内别动了。但显然小美不听玩家的，于是三人就这样暂时分开了。玩家闲着也没事，他就开始在屋子附近探索。经过一番探索后，小美此时也空手而归了。两人正准备询问黑衣朋友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时，黑衣朋友提前向玩家二人发出了信息，他说妈妈叫他睡觉，明天还得早起上网课，等明天有空了再一起玩。虽然玩家觉得黑衣朋友这人有点不靠谱，明明说好了一起玩的，结果中途掉链子，但是为了在小美面前展示自己大度的一面，玩家还是忍住了，没有吐槽黑衣朋友。就这样，玩家与小美看着黑衣朋友退出了服务器。可就在玩家一眨眼的功夫，系统便再次提示黑衣朋友加入了服务器。 What? 黑衣朋友是个老六嘛，搁这闹着玩呢。玩家赶忙发出信息，但黑衣朋友却反常的说了一句 Hello? 什么鬼？平常黑衣朋友从来不会向玩家打招呼的。玩家又接连询问黑衣朋友怎么退出去又回来了，但黑衣朋友一直说着一些玩家无法理解的话。他先是说自己很累，然后又问玩家为什么胡萝卜不成长。玩家与小美连忙跑回屋子，而黑衣朋友就站在屋子旁。玩家本能的感觉黑衣朋友的行为有些反常。黑衣朋友还接连的询问玩家与小美知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玩家和小美一头雾水，今天发生了什么？那不就刚刚进入游戏不到五分钟？见黑衣朋友一直胡言胡语，房主小美觉得可能是黑衣朋友太累了，就决定今天就玩到这儿吧，说着便关闭了服务器。2000 years later. 很快第二天到了，玩家再次进入到了小美的服务器，小美已经在这儿等候多时了。进来后，小美询问玩家昨天有没有联系黑衣朋友。玩家说昨天结束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怕打扰到黑衣朋友，玩家也没有私下联系他。不过昨天黑衣朋友说了今天他有空会继续加入服务器来找我们的，但随后小美却告诉了一些让玩家有些恐慌的消息。小美在昨天下游戏后给黑衣朋友打了个电话，但是电话里黑衣朋友一直说他很累，并且电话那头很吵，一直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小美并没有与黑衣朋友聊太多，玩家听完后心里还是有一点发毛的，但是他相信光，什么奇怪的事都是自己吓自己。于是两人打算先玩着，等等看黑衣朋友来不来。小美此时说她想摘一些花种到花盆里，玩家打算帮助小美一起采摘。他询问了小美需要多少花，但小美一直不回复。玩家急了，连忙发了好几次，但小美站在那儿好像掉线了一样。突然小美发出了消息，她问玩家我为什么需要花。玩家懵了，我寻思不是你刚才说要花的吗？对的，我已经把它们种在院子里了。什么院子啊，明明你说要种到花盆里的。这小美也开始不正常了，说着小美就一路狂飙跑到了羊圈，并准备送这些喜羊羊们回快乐星球。玩家连忙阻止，不要啊小美，我们种的有胡萝卜呀，那也能吃啊，为什么要伤害这些可爱的羊羊们？见此小美也打消了这个念头，玩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玩家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到底是小美故意为之还是另有其因呢？这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呢？欢迎收看跑题了。为了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玩家便决定一直跟着小美。只见小美来到了矿口，她告诉玩家我要去挖一些木炭。木炭？什么玩意儿？去矿洞挖木炭？不应该是挖煤炭吗？我就要去挖一些木炭。玩家再三强调木炭不在地底下，地底下那是煤炭，但依然没有阻止小美继续进入到矿洞。现在只剩下玩家一个人在这片青青草原，他不知所措。想了一会儿后，玩家先回到屋子，从桶里拿了一些物资，便准备出去探险。既然两个朋友一个比一个不正常，那只能自己玩了。走了没多久后，他在一处草坪上看到了一些黑色和白色的羊毛，这好像是刻意这样摆放的。玩家很疑惑，他连忙在信息框询问小美，但小美一直不回复，玩家有点慌了，也没看到小美退出服务器。正当他纳闷时，他隐约在前方树旁看到一个身影一闪而逝，玩家立即追了上去。以玩家多年的男人第六感告诉自己，接下来肯定要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也请各位超牛玩家赶快在弹幕打出我超牛，激活一下弹幕护体吧。追上来后什么也没有，玩家急了，他暴躁地敲击了键盘，为什么？是不是你们两个串通好的，要在游戏里面故意整我？尽管玩家暴躁成这样，但小美依然没有回复他。
玩家此时已经打算退出服务器了，但当他回头看向屋子的时候，二楼窗户好像有一个物体。玩家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他进到了屋内，随后上到了二楼，但还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正当他准备离开木屋时，来了老弟，小美却突然出现了，说着就朝着玩家开始发起了攻击。可当他再次回头查看身后的小美时，此时小美的模样让玩家更加慌张了，而玩家的屏幕也开始变得灰暗。通过玩家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这个玩家一半黑一半白，并且不断地向玩家发出消息，让玩家回来。玩家知道这已经不是真正的小美了，他只有头也不回地向前跑。你们说这事奇怪不奇怪？故事呢，发生在一个生存地图中，朋友老六邀请了玩家与老八加入他的地图中，三人站在一起，简单的一番寒暄过后，便开始了各自的任务。有人撸树，有人挖矿，而玩家则是负责收集一些浆果，并尝试在附近寻找村庄。一番转悠过后，玩家一无所获，两位朋友的任务也快完成了，他们让玩家赶快回去，但玩家不甘心，因为自己的任务没完成。可就在这时，他发现了不远处的云杉树林旁有一个奇怪的建筑。好了，在故事正式开始之前，麻烦咱们的新粉老粉都动动你们可爱的小手，给视频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吧，只要点赞够多，日更100期不是梦啊。说着玩家已经靠近了这座木质建筑，这像是一个空中小屋，玩家正准备汇报自己的发现，结果朋友老八回来了。啊，这原来是他们的林中小屋啊，害得玩家白激动一场。不过此时老六还没回来，因为玩家和老八都没有收集到羊毛，现在这个重担交给老六了。很快天色就暗了下来， MC 中第一个夜晚降临了，玩家与老八都催促老六赶快回来，毕竟 MC 中的夜晚还是很危险的。老六让玩家和老八出来接他，他一个人有点胆怯。可就在玩家与老八出去接老六回来时，只见他们的小屋旁多了两个有粉色羊毛搭建的十字形，玩家三人都面面相觑，一脸茫然，这是谁搭建的？玩家和老八在此之前一直在一起，老六也是刚回来，所以这应该不是他们三个人干的，这就离了大谱了。不过让玩家感觉到意外收获的是，老六并没有收集到羊毛，那这些羊毛刚好可以用来制作床啊，这得来全不费功夫。哎，粉色就粉色吧。于是第一个夜晚也就这样顺理成章的度过去了。第二天一大早，老六就又出去挖矿了，而玩家与老八则是打算来到云杉树林收集一些猪排。可奇怪的事又再次发生，老八明明刚才在这里看见了一些小鸡和狼，但是一眨眼的功夫竟然全都不见了。玩家听老八说的这么玄乎，自己心里也有点发毛。不过很快让两人更加胆战的一幕出现，他们发现了一个坑，里面都是一些生物掉落物，怪不得那些狼和鸡都莫名消失了，原来是都嗝屁了呀。这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奇怪的现象？请搬好板凳观看开心故事之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老八是不讲究，直接将这些战利品收入囊中。正当两人准备返回木屋时，两人都发现了前方云杉树林旁有一个身影一闪而逝。二人丝毫没有犹豫，火速赶了过去，但那个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了。为了安全起见，玩家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两人赶快把这事告诉了老六。老六是一个胆小谨慎的人，他让老八和玩家还是赶快回来吧。幸运的是，玩家与老八赶在天黑之前也回到了林中小屋，没多久后老六也回来了，三人赶忙睡觉，但是一觉醒来天却没有亮。哎，事情开始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玩家三人现在又是一脸慌张不知所措，看着楼梯，老八和老六都不愿意下去，但索性玩家是一个头脑清晰且理智胆大的人。事已至此，玩家决定自己冲吧。他小心翼翼地下到了木屋下，谨慎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老六和老八都在木屋内为玩家默默地加油，希望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前方高能预警，请各位超牛玩家赶快在弹幕打出我真牛，激活弹幕护体。但根据墨菲定律，越是怕什么就越来什么。突然一只大黑耗子一闪而过，来了老弟，玩家都没反应过来那是什么玩意儿。通过放慢画面可以看到，这不是国外知名 MC 美女主播 Shadow Lady 吗？玩家很确定那就是她，但是她的样子却有点惊悚。玩家很不理解她为什么会在地图中闲着没事吓人呢。她也赶快回到了木屋，三人站在木屋内观察着下面的情况。可一眨眼的功夫，木屋外又多了几个十字形建筑，并且每个上面都有一块告示牌。玩家三人赶快下来查看这些告示牌的内容，看完后他们三个都沉默了。为什么沉默呢？答案就交给屏幕前的你来解释吧。今天的故事跟一个黑漆麻糊会瞬移的生物有关。哎，有人已经猜到这个生物是谁了，猜到的请将他的名字打在公屏上吧。本次是多人生存，玩家与小美在一位神秘朋友的邀请下进入到了那位神秘朋友的地图中。他们俩现在所处的位置面前有一个很高的建筑，站在下面一望不到边界，似乎已经超过了256格。
玩家与小美顺着梯子缓慢地向上爬，天都黑了，二人才爬了上来。只见一个绿色衣服的玩家走了出来，他叫老八。哦，原来这是玩家三人的大本营啊！好了，在精彩正式开始前，请咱们屏幕前的各位老粉新粉动动你们尊贵的小手，给视频长按点赞，给一个推荐三连吧。玩家与小美都很疑惑，为什么老八把屋子建造得这么高？随后老八告诉玩家，这是他搭建的飞船。玩家此时才恍然大悟，还真是。随后玩家与小美进入到了船舱内，但是发现只有两张床。老八见玩家二人发现了异常，也终于说出了他难以启齿的另一个秘密。他在游戏内第一天晚上生存的时候，发现了一双骇人的眼睛在暗处盯着他，并且老八还遭到了他的攻击。老八初次判断那个身影应该是末影人，但是要比普通的末影人更厉害。为了躲避他的攻击，老八弃屋逃跑，随后才在这万米高空搭建了这个飞船。因为材料不够的问题，所以他只建造了两张床。听完了老八的叙述，玩家与小美也不禁汗毛倒立。玩家又询问老八，那个末影人应该上不到这么高的地方吧？但老八的回复却让玩家和小美都慌了。老八的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那个末影人真的可以瞬移到万米高空，因为老八总能在船舱外听到那个末影人的声音。很快在玩家三人的讨论中，第二个夜晚过去了，天刚亮，玩家就赶快下去收集物资。忙碌了大半天，玩家也收集的差不多了。 2000 years later， 他赶快回到了他们的飞船上。此时老八也扔给了玩家与小美一人一把铁剑，因为老八知道第三个夜晚要来了。每到夜晚的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果然没过多久，第三个夜晚降临。有了玩家和小美的陪伴，老八看起来也不再那么害怕了，至少现在他敢离开船舱来到外面。而玩家也很想会会这个老八口中的末影人，看看他到底有多么厉害。这个神秘的末影人也没让玩家失望，很快他便出现在了这漆黑的夜空中。玩家三人就在刚刚都表示自己在前方的夜空中看到了一个身影。对的，没错，就在他们飞船旁边，随后便立刻消失不见。老八意识到危险来了，让玩家与小美赶快回到船舱内。就在这时，飞船周围响起了奇怪的声响，接着玩家们的画面发生了变化，都变成了灰色。通过玩家的视角可以看到，这个末影人一直在飞船周围移动，好像正在预谋着一场攻击。玩家三人已经握紧了铁剑，时刻准备迎战。由于小美是女生，胆子稍微小一些，所以她很早就躲进了船舱内。前方高能预警，请各位超牛玩家赶快在弹幕打出我真牛，激活弹幕护体。当然玩家与老爸没想到的是，随后系统便提示小美遭到了攻击，二人赶忙返回船舱。刚进来，那个末影人就当着玩家二人的面消失了，而屋内也只剩下了小美的铁剑。虽然小美的 out 让玩家很痛惜，但是更多的是愤怒。他不顾老八的劝阻，毅然决然地走到了船舱外。无奈老八也只能跟着他一起，但是一番环视后并没有发现那个末影人。最后二人又回到了船舱，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声响，转头望去，那个末影人已经进入到了船舱内。玩家与老八又一次开心地嗝屁在这万米高空。今天的故事发生在 1.18.2 版本中，由于端午节到了，玩家在爸爸的允许下终于可以玩十分钟 MC 了。他开了一局单人生存，并且对局域网开放，随后他的两位朋友也纷纷加入了游戏。两位朋友对当前所处的位置非常的疑惑，这是哪儿？末地吗？但是末地怎么成这个样子了？玩家也很懵，这是他新开的世界，他也不知道怎么就成这样。此时朋友在一旁发现了一位村民，事实是并不光只有这一位。看向前方的黑曜石柱，那里站着许多村民。好了，话不多说，各位老粉们赶快长按屏幕中的点赞按钮，给个三连吧。新粉也赶快点关注成为老粉，咱们故事继续。这些村民为何能来到末地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群村民为什么是老版本的皮肤，还有这里的末影人呢？玩家猜测这可能是游戏卡 bug 了，这些村民应该就是末影人。两位朋友已经按耐不住了，想尽快回到正常的主世界，于是三人决定在附近寻找出口。随后玩家在一个黑曜石柱旁发现了一个箱子，打开后里面是很多苹果，但是当玩家把光标放在这些苹果上时，这些苹果的名字却叫做爬行苹果。朋友小杰很震惊，为什么这些苹果叫这个名字？此时玩家隐约在前方看到了末地城的身影，很快三人便来到了末地城区域。但是这些是末地城吗？为什么会是这个模样？并且三人还在一旁发现了一个悬浮的陆地，玩家打算上到不远处的陆地上面，但是他们必须得搭桥，所以三人打算收集一些方块。现在这个末地城的样子更像是一种跑酷的地形，玩家小心翼翼地在这上面移动着。可当玩家回头看向两位朋友时，在不远处的房顶上似乎有一个身影，并且两位朋友也注意到了。根据朋友们的描述，那个身影像是末影人，但是朋友小杰不是很确定，玩家看的也不太清楚。也就在这时，他们三个人发现眼前这座高塔上方一直在掉落东西，不知道高塔顶部有什么。三人也把要去那块悬浮的陆地这件事抛之脑后了，径直的进入到这座高塔内，准备上到顶部看看上面有什么。三人顺着螺旋式楼梯
缓慢地朝着顶部前进，这让有恐高症的玩家不敢轻易地看向脚下，他只能不断地向上走。走了没一会儿后，他们上到了一个平台上，在这儿又发现了一个箱子。打开箱子后，里面是一本书，上面写着，因为都是一堆英文简写，所以我也只能看清楚大概的意思，大概是与爬行者和末影人有关。爬行者不就是苦力怕吗？末影人与苦力怕，玩家此时又联想到他之前捡到的这些苹果，名字叫做爬行苹果。想到这儿，他已经猜想到会不会待会儿遇见爬行末影人，但是他们已经上到最顶部了，这里除了这本书以外并没有见到其他任何东西，玩家觉得可能是自己多虑了，于是三人商量着离开这儿。三人缓慢地顺着楼梯向下走着，下到底部时，朋友们下意识地再次抬头看向顶部，这时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身影在顶部注视着他们。小杰这次很肯定地说，这个身影绝对就是末影人。玩家一想，如果是末影人，那应该还有苦力怕，因为那本书上面提及到了苦力怕。为了安全起见，玩家与朋友们赶快离开了这座高塔，他们进入到了一座非常大的船上面。说实话，三人之前在游戏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神奇的现象。他们随后又在这艘巨轮上面探索了一番，但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前方高能预警，请各位超牛玩家赶快在弹幕打出我超牛，激活弹幕护体。离开巨轮后，他们又开启了跑酷模式，越过一个个浮空的台阶，在不远处一个诡异的建筑映入玩家眼帘，看样子像是一个大门。两位朋友猜测那会不会是离开这里的出口，但是该怎么过去呢？正当三人不知所措时，一个黑不拉几的生物出现在他们身后。玩家定睛一看，好家伙，你说他是末影人吧，他的外观又像苦力怕，但是他的外貌又是末影人，这不会就是书上写的爬行末影人吧？还没等玩家多看几眼，接着这只爬行末影人便朝前走了几步，随即他开始螺旋自转，只听一声嘣，玩家三人开心的嗝屁了。由于放暑假了，小美叫上了朋友娜娜，还有娜娜的弟弟 Johnny， 开了一局多人生存。由于 Johnny 刚玩 MC 不到一星期，所以娜娜让小美要特别照顾他。两人一起为 Johnny 专门搭建了一个大大的木屋，通过 Johnny 的皮肤就可以看出来，他刚玩 MC 没多久。 Johnny 特别为自己选了一个小 baby 的皮肤，尽管现实中 Johnny 已经18岁了，也只比娜娜小一岁而已，但是 Johnny 特别喜欢别人宠着他，娜娜也很愿意宠着自己的弟弟。小美被这样的姐姐感动了，她多么希望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的姐姐。哎，好了，废话不多说了，精彩故事正式开始。请屏幕前的各位新粉老粉动动你们尊贵可爱的小手，给视频长按点赞，给个推荐三连吧，点赞越多日更170不是梦啊。两人聊完了 Johnny， 朋友娜娜突然有事要出去一下，临走前娜娜让小美帮忙照看好自己的弟弟。令小美头痛的是， Johnny 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在 MC 中打字，不过还好他已经学会下楼开门了，很正常嘛，毕竟刚玩 MC 也是需要时间去练习的。好了，现在请屏幕前的大家忽略现实因素，让我们正式进入虚构的剧情中吧。看得出来 Johnny 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很快 Johnny 在小美的眼皮子底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远离了住所。小美让 Johnny 赶快回来，不要跑得太远，因为尽管现在 MC 是白天，但是周围也可能存在危险。可是令小美不可置信的是， Johnny 竟然跑得那么快，自己开了几跑都追不上。没过多久后，小美在一处岩浆旁跟丢了 Johnny。小美很慌张，这下该怎么办？一会儿该怎么和娜娜交代呀？小美想了一会儿，先回到了木屋。很快，朋友娜娜也再次加入了服务器。刚进来，娜娜就一种气势汹汹的语气质问小美，为什么没有照看好自己的弟弟 Johnny？ 小美刚想解释，但娜娜丝毫不给她解释的机会。娜娜说自己的弟弟 Johnny 现在正在她的房间哭呢。小美很不理解，一个18岁的大男子汉竟然会因为一个游戏而哭泣。而朋友娜娜也再次离开了游戏，她要去哄弟弟开心了。现在服务器只剩下了小美一个人。大概过了15分钟后，娜娜又再次加了进。这次娜娜给小美带来了一个更让她无语的消息。娜娜说自己的弟弟 Johnny 因为这件事把 MC 卸载了，她表示以后再也不会玩 MC 了，并且她开始讨厌娜娜和小美。小美彻底无语了，这难道能怪我吗？屏幕前的你们说这能怪小美吗？而娜娜也意识到了，可能是自己平常太惯着 Johnny 了。算了，既然他不玩 MC 了，我也不玩了。说完，娜娜便退出了服务器，再也没加进来过。小美开始有些内疚了，如果当初她能看好 Johnny 也不会闹到现在的地步，自己也不会失去自己的好朋友娜娜。小美的内心开始难过。此时游戏内的天色也进入了夜晚，小美本能地回到了木屋，可刚进来她隐约在窗户外看到了一个身影。放慢画面可以看到，这像是一个实体，但是小美一时无法准确地判断这是什么，她立马拿着火把追了出去，但这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小美怀疑可能是自己看花了眼，但是自己心里还是有点毛毛的。他绕着木屋周围转了一圈，试图查看周围有没有什么异常，但周围貌似一切都正常。那刚才那个物体到底是什么？小美已经完全没有睡觉的心思了，她下意识的感觉游戏有些不正常。
前方高能预警，请各位超牛玩家赶快在弹幕打出我超牛，激活弹幕护体。当小美再次开门出去想查看情况时，一个白色的身影就在外面一闪而过，应该就是刚才那个白色的物体。那到底是什么？小美彻底慌了，她躲进了木屋观察外面的情况，可突然她听到了二楼传来了奇怪的声响。小美怀着忐忑的心踏上楼梯，刚上来只见 Johnny 的床上站着一个白色实体，随即小美便遭到了他的攻击，开心的嗝屁。通过最后的嗝屁画面可以看到，这个白色实体的 ID 叫做 Baby John， Johnny 变成了 John。 哎，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今天故事的主角是 MC 中的鹦鹉，本次是三日生存，配角是玩家老爸和老六。老六这次换了一身史莱姆材质的衣服，并且还戴了一个史莱姆头盔。三人选择了一处依山傍水的地方，搭建了他们的林中小屋。三人站在屋内看着外面的风景，非常的自由惬意。玩家多么希望能在现实生活中也这样，那就太好了。随着三人一番叽里呱啦过后，老六表示自己要去沼泽收集一些粘液球。看老六这一身打扮，也知道他非常喜欢史莱姆。说完老六就走了，木屋仅剩下了老爸和玩家。老爸与玩家面面相觑，两人一时不知所措。最后老爸的一个提议打破了这尴尬的气氛，老爸打算去附近寻找鹦鹉，而奇怪的故事也就从此刻正式开始了。好了，屏幕前的各位兄弟姐妹叔叔阿姨们，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动动你们尊贵可爱的小手，给视频长按点赞3秒钟，给个推荐3连好吗？咱们精彩继续。说话间的功夫，玩家和老爸就来到了丛林，听说在这儿找到鹦鹉的几率高一些，两人在这里来回穿梭，肆意奔跑。没一会儿后，鹦鹉没找到，找到了丛林神庙。丛林神庙也行，这玩意儿也不好找，老爸和玩家丝毫没有犹豫，径直的就冲进了神庙中去。玩家在宝箱里获得了一些物品，随后便离开了神庙，继续寻找鹦鹉。又走了没一会儿后，玩家完成了此次的主线任务，他找到了鹦鹉，并且喂了鹦鹉一些种子后，鹦鹉也顺理成章的被驯服了。现在他们的小屋又有了一位新伙伴，玩家和老爸是既兴奋又开心，两人屁颠屁颠的就赶回了木屋。游戏内的天色也在两人欢愉的奔跑中不知不觉进入了夜晚，两人站在木屋内看着眼前这位可爱的伙伴。玩家和老爸决定出去再收集一些木材，为这个小家伙搭建一个住所，说干就干。由于老六还没回来，所以老爸负责看家，玩家出去收集。玩家划着小木船，靠着火把微弱的光亮，在黑夜中不断的滑行着。前方高能预警，请各位超牛玩家赶快将公屏打在我超牛上，激活弹幕护体。玩家出去没一会儿后，信息框便传来了老爸急切的消息，他说这只鹦鹉变得不正常了，让玩家和老六赶快回来。刚说完，系统便提示老爸嗝屁了，而凶手正是那只鹦鹉。老六和玩家都一脸懵，二人都开始火速往回赶。而这时的老爸也重生了，他告诉玩家他不想再玩下去了。还没等玩家询问到底发生什么，只见老爸已经退出了服务器。玩家此时也顾不得多想，赶快回到了木屋。此时老六也赶回来了，两人站在屋外商量了一番。老六决定先进去看看情况，万一发生意外，玩家在外面也有个照应。可老六刚进去不到5秒钟的时间，系统便提示老六也嗝屁了。玩家彻底慌了，他怀着忐忑的心慢慢朝着屋内走去。进来后只见屋内一片狼藉，再次转头，那只鹦鹉已经出现在了玩家眼前。接着玩家也开心的嗝屁了。通过玩家最后的画面可以看到，这只鹦鹉的颜色发生了变化，它就是褪色的鹦鹉。